我们小区有新人结婚，然后请了一群50岁到60岁左右的大叔，队长给大家编队形啊，就是组织他们，就是抽这个鞭子，为他们抽鞭子，就是起到放鞭的那个效果吧，聚集人气呗。他应该是个创意，不是说有什么含义。首先我看他那个新人穿的是唐装，应该是比较那个传统的，年轻人比较喜欢新颖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不让放鞭嘛，不是什么习俗，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这边锻炼身体用的，这个还环保，然后又健身了，还能引起大家注意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看视频上澎湃。